我需要先两个小帮手到底舞台下好不好？那你可以说选我选我，一二三，你还有谁？还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他们有，不要，我们找小小小朋友好了。后面你们，我后面还需要大大朋友，比较小的有没有幼稚园的？你啊，来上来好了，弟弟上来。上来的时候我先送你一个东西，这个呢就是我们一般的放手机的，好不好？喜欢吗？来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谁？小小朋友，来，谢谢。来，这个是魔术道具啊，其实很简单。那它是一只棒子，有没有？这个棒子，它现在变软的。这个大家都会，太简单了。妹妹，你帮我个忙，你这样摇一摇，摇一摇。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，叫什么？种花，会不会？等一下，把音乐小声一点。种花，种花怎么变？小小的花园，你对着大家就能看到什么东西？花，小的种子，开小小的花，好，很好，好，你的花已经开出来了。大家数到三，数到三，你把这个棒子都拿起来。大家数，太没默契了，再一次。哇，厉不厉害？那行，然后送你一个东西。这个其实是魔术道具，大人小孩都会变。好，你等一下，来，弟弟换你了。来，千万不要被你的眼睛骗了，这是一个大颗的，对不对？我旁边这个小朋友，来，弟弟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？谁认识他？认识的举一下手。哦，只有他爸爸而已啊、哦！爸爸看着哈，你儿子会变魔术，你相不相信？不相信来，弟弟来，你的手呢像我这样，这样会不会？这样会不会？来，看着对着你爸爸，叫你爸爸数到三。有看到了吗？大的变小的，这个很简单。其实这东西呢，只是一个小手法。那弟弟给他掌声一下，不错啊、哦、我现在要变一个比较特别的，这个呢我会教各位，要教吗？魔术破解好像有点不道德，对不对？要教吗？来，你们的眼睛不要眨哈，我把麦克风放下，因为这要需要两只手。这是橡皮筋，可能有些人会很简单。现在这个橡皮筋呢，它就在里面，有没有？那如果让它变出来，来确定一下，是不是在里面？是不是？是哈？你确定啊？那这个很简单，这个魔术呢，看好，你当然会被骗啊！一二三，出来了，看出来了。为什么？不对了，不能骗你。这个魔术我等会教各位。看着，现在是四条，需要一个小朋友上来。来，你上来。来，各位，这个是不是甜心？好，你选你来，妹妹上来，妹妹上来，两个。没关系，两个。现在各位看看是不是平行，对不对？确认是平行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请这个小朋友呢。妹妹，你帮我用你的手把握住。平行，握住，握住哦，不要动哦。来，你帮他转一下，一二三，推。来，结果他会变什么？猜猜看。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告诉你，他打结了。相不相信？眼见为凭，来，一二三，打开。有没有？来，再次，换你把它握起来，手握起来，有没有？换你吹一下，它打开了。简不简单？
要不要破解？要不要破解？来，你们两个小朋友都有礼物，你们两个特别，我知道。来，不要踩到。OK， 手臂小心一点。不要踩到。哎，我问各位要不要破解？我后面的魔术我不破解，这个可以破解。要不要学？要不要学？我没人要学，我就不教了。来，我们一个进阶版的，比较特别的。来，大朋友。这个比较特别，我们有听过吗？这是我的气球。其实这个气球呢，我施以魔法之后，它可以到处乱切东西，相不相信？而且你很疑惑，我相信小朋友上来，好不好？你们两个不要，你们两个把机会让别人，还是美美，你们要上来，然后你上来，上来，你上来，来。拿好，你把这个放着。这个物件很特别，这是啥？这是什么？香蕉。香蕉，英文叫 banana， 啊，日语叫 banana， 好，很简单。这香蕉呢，基本上它没有切。来，刚刚大朋友来了，弟弟来，你站在这边，你拿着。来，你站在这边。来，大家配合一下，数到三。哎，你不要这样甩，那个身都太熟了，因为我前天买的。来，你把手拿着，没有？你拿着，拿这样，还有一只手。那麻烦你这个这边要移一下，我怕贴到你。你把手移到这边一点，移过来一点。你看好哦，我叫你切两刀，切两刀之后，那香蕉会变成几段？会变几段？切两四段，切两刀会变四段，切两刀会变三段。拿好哦，看着，我数到三，你就一刀再切一刀，可以吗？试试看，一、二、三，切。好了，已经切断了，看到吗？切断了，没有啊，很简单。来来来来，你们两个人要把这条香蕉给吃掉。对，但是呢，麻烦弟弟，你在剥香蕉的时候慢慢剥，它里面已经切着三等份，不相信对不对？眼见为凭，把香蕉皮剥开，看着面对我们的，慢慢的、慢慢的、慢慢的吃，有没有？切开了，一刀了，有没有切开了？把它吃掉，拿起来吃掉。好，再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是第一刀，拿着，拿着。来，我示范好了，第二刀有没有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？有没有？来，不行，这块我吃，这块。你想吃香蕉的那一上来，为什么会切开？因为膜昨天有没有没有皮都没有破啊，就它内伤。所以说注意，我们折的气球，小朋友如果是宝剑，回去不要乱切。你要吃香蕉啊？你要吃香蕉啊 ？OK， 来，谁帮他切？上来，换人，换人，换人。我在切香蕉，都可以。谁要拿宝剑？快点，快点，好，上来。妹妹，等一下，妹妹，等一下。来，你过来，你来。我下一个魔术需要一个大朋友，因为那个是专业型的。来，切切两刀，快点，妹妹，你这样怎么切啊？这要横着，横着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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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样横劈会砍到你的头啦，不对啦，你们两个很没默契。来，手远一点，来，一二三，一刀再一刀。好了，你们两个下去分，把这个香蕉给吃掉。但是你们要剥香蕉皮，剥香蕉皮给在场的来宾看一下。这根香蕉我不切了，我要留着我的晚餐。OK， 现场我找一位成年人，一位朋友，快点，有没有一位？没有，谁？谁身上有10块钱？
10 dollars， 水身上有10块，有没有？这个魔术很特别，真的，你们眼界为凭，魔术其实都是障眼法。我会把这个10块钱呢变到不见。来，谁身上有10块，那10块我会还给你，但是请你在那个10块钱上签名字。你确定？我找大朋友好了，来就你好不好，先生？10块，10块，以及那美名的10块，麻烦你签上做个记号。你不是我的托吧？这是专业的魔术啦，你签你的名字，那10块钱我都会还给你了。你告诉我姐姐，今天你几点开始喝的？给你哥。来，签你吧，你签二回，我大家看，你今天有签你。快点，签上去了吗？太小了啦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还是做个明显一点的记号。我跟你说哈，你等一下都丢进来哦，如果没丢进来的话，你再签第二个，那都是我的。来，这魔术比较特别了。好了，来，你把它丢进来，丢得进来吗？喂，哦，好厉害哦！这里面有宝藏。天哥，你变出这个，对不起啊，这人被打气筒。你的钱是来底啊！你的钱是去来底啊！你敢要信不信？相不相信在里面？你们相不相信？相不相信在这里面？不相信好吧？你把这橡皮筋打开，一条一条打开给大家看。眼界为凭这魔术呢，是专业型的。打开啊！哎，没有在这边，在这里面，他在这里面，那没关系，给我这个，我就好。那我再把它丢回去。这是你变的魔术，不是我变的哦。我叫你来啊！不，你跟他好归。来，来，哦，你也挤一下啦，够快的了。他还被包起来了，他还包起来了，橡皮筋搞我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来，见证的时候看到了，是不是？你给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？真的嘞，不是我变的，他变的，他很厉害。这个呢，这个叫魔术桶，丢进去它就会产生这样，里面有一些那个。一些那个气球怎么样？这魔术可以吧？来，再来，这些东西都要丢进去的。我要变不漂亮。